抽一百遍，什么时候才能吃上饭？不怕不怕，大不了再重新写一份，认真点就行了。后面的99分，99分也要认真一点，马上就能吃到饭了。不哭，不许哭，要不然又要站队了。你是？兰星，见过穆回殿下。你是那个南将军？请问你来是干什么？来看看你。还有，他也来了。你们人真好，来看我还给我带东西。哦，快快请坐。这些都是给我的，都是给我的，好香啊！一起吃，特地给你带的，你吃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好像不能吃，怎么不合口味啊？哦，不是的，我向来不挑食，只是我的母皇让我面壁，说不抄完祖训不能吃饭。这里呢，有一个敌国左相，还有一个蒙国大将军，这点面子还是有的。你要是不吃，就是损毁两国关系。那为了我莫国，我必须吃。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被罚的事情本就不是秘密，而且我在这边也有几个朋友。原来我们这里也有楚国的探子。不是探子，顶多算是眼线，否则我早就知道你的存在了。别国在这儿也有吗？西坡院走水了！快来放水了！快来帮忙啊！走水了！快来帮忙啊！看来都有。还真是得了你的真传。原本还怕你不够吃，现在不用担心了。谢谢你们，但是你们也别待得太久。为何？我的事太小了，你们一头来探望我，万一被别人知道了不好，不值得的。你的事最大，你的事最重要，什么事都比不了。